一段表演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很厉害哦，超屌，超屌。OK， 来，请看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斯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k， 我是赵又廷。全家 Nescafe， 为什么薯条有长有短？整颗新鲜马铃薯做成的。黄奇，那你告诉我穿的。我是 Homeboy 王力宏。你都一直要羞辱人家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走错棚了，这不是型男大主厨。你要模，你是干什么东西的？干魔法阿基斯。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先别讲，来，请问这个外形觉得 OK 的，请举牌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还有两个 OK 哦。哇，佛心来着。干嘛？你都一直要羞辱人家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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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两个你好像多了。这个才一个哎。你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。对啊。人家这种外形是专业人士，我觉得他这个打扮还蛮憨厚老实，蛮可爱的。OK， 嗯，好，那姑小姐，我不喜欢憨厚的，所以这两个都照顾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哇塞，你喜欢的是？我喜欢很阳光，再阳光一点，再阳光一点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这样就可以，你标准蛮低的。OK， 好，今天你要为我们带来表演。对，不是你帽子可不可以调整一下？是，好，来，好，没关系的哈。那我们再来一段表演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很厉害哦，超屌，超屌。OK， 来，请看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斯啊，今天要带来一个创意的料理，咖啡炖薯条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请一个特别来宾来介绍主食材咖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k， 我是赵又廷，全家 Nescafe， 我只想 take a break。好的，谢谢马克啊。接下来请另外一个倪安东来介绍另一个薯条。Bang bang bang bang， 为什么薯条有长有短？整颗新鲜马铃薯做成的麦当劳薯条，酥脆松软，长的、短的都好吃。Bang bang bang bang， unlimited。好的，那我就为各位示范这道咖啡炖薯条。首先呢，先倒入一大杯刚刚赵又廷喝过的咖啡，不要浪费食材啊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再把一些些的薯条给倒下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开个大火啊，接下来就盖上锅盖去焖煮它。废话啊，接下来只要唱秀被做出好料理，阿弟赛配锅团好你啊，万家香的乌醋甲白醋，不管汤煮日子也是肉羹面，提出鲜味，发挥美味。那我就做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太晚了，哎，对，要吃吗？吃啊，要试吃。啊，好的，我蘸酱给你吃。哎，你还蛮聪明的啊，很好很好。那个，为什么没有用到这一张？对啊，哎，你觉得到目前为止，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几个表演是什么？哦，有参加那个最大档的那个模仿，哎呦，然后那个模仿的是，模仿很厉害啊，黄立行，黄立行是一模一样，黄奇，那你告诉我穿的，帮我戴上去，阿基斯，黄奇，阿基斯，黄奇，很累，其实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啦。他有一个模仿那个王力宏讲话，
王力宏的声音其实不好模仿。来，预备，王力宏讲。每天白兰氏展现真本事，记得要喝白兰氏血净基金。我是 Homeboy 王力宏。你模仿这些艺人哦，有没有模仿给你们老板看过？不敢。你现在假装，对，你讲一段老板，你讲一段土地开发的话对着我，然后对老板讲，预备开始。好给，你的土地到底要不要卖给我？你应该有病，他一定会叫人打你。好，他的表演让你觉得愿意跟他相处的，请举办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你问不？哇塞！可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很好笑是好啦，可是一直笑还蛮累的。你很难伺候哎。